4:30，欢迎收看华尔街大师，我是丁世芬。加权指数今天持续向下修正，今天呢指数最后是小跌了28点，收在9663点，成交量呢还是只有900多亿，但是不要看今天大盘是跌28点，今天不少中小型个股是跌趴了。今天在整个 OTC 市场部分呢，指数大跌了超过2%。好，台北股市到底怎么了呢？接下来到底要投资哪些股票才能稳当获利？节目上刚问你请到专家，这是华信投顾资深分析师张大文，大文哥好。十分好，三立投资朋友大家好。大文哥，这个其实上礼拜五国际股市表现还不错，这两天也是，但是台北股市怎么好像是持续越跌越深了？到底接下来这个行情投资要如何掌握呢？我只有一句话了，老先生的话要听，投资人你要不要听？你要不要听？我常常讲你看我好准，好准。我觉得这个话很庸俗了，但我由衷的、很诚恳的一句话，老先生的话，你如果不听，你会很麻烦，你会面临很严重的麻烦。老先生的话，你当然一定要听。我想刚刚陈如四分所讲的，今天台股。我考考大家，今天台股到底涨还跌吗？你看大盘的，小跌20几点。你做期货指数的，还涨5点。但是你看你手中的持股，我告诉你，你以为跌了200-300点呢？你以为跌了200-300点呢？这就是今天的盘势奥妙所在。今天尤其中小型股也好，老森哥一路以来警告你，从130多块警告你大户筹码转空的建设，从60多块警告你大户筹码转空的华亚科，一路以来警告你大户筹码转空的生技股，一路以来警告你大户筹码转空的宏达电，这些股票啊，今天还在全面跌停，还在全面破底。我们不要事后马后炮，对不对？常常很多人说你，你们投顾节目就是啊，看涨喊涨，看跌喊跌啊，对不对？跌下来就告诉你看空了，看空了。老先生，4月份，我常常讲，操作你要有专业的工具嘛，专业的操盘工具，掌握大户筹码嘛，你不要每天看小不看大嘛。你要掌握整个市场筹码的结构，整个市场多空的结构嘛，尤其不论是操作股票操作指数啊。4月份台股攻到10000点，全国投资人，4月份台股攻到10033点，老森哥怎么样警告叮咛全国投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什么第5波的陌生段。我一再叮咛你，这里已经不是8500，不是8800，不是9000了，是不是？8500也好，8800也好，9300也好，老森哥一路请三立的投资朋友，你听张大文的话，全力做多，而且一路叮咛你，10000点不是梦。4月份来到10000点，全市场开始怎样？开始锦上添花的一大堆。很多人告诉你哇，全力做多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告诉你哇，生技股是主流。你看今天摔得多惨啊！你看今天摔得多惨啊！4月份，老森哥，我以我30年专业的资历，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叫做第5波，第5波叫做陌生段。第5波，你要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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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，大户筹码转空的股票，散户套牢的股票，它会发生什么？严重的多杀多。
我想我四月份讲这个话，我相信90%以上的人是听不下去的了。哎呀，上看万点了，还多杀多？台股创了15年的新高，会多杀多？今天你看看，什么叫多杀多？今天还在跌停，还在破底的电子股、生技股一大堆，你怎么办？啊？你从60多、50多一路买华亚科的，今天眼看30就要破了，你怎么办？啊？宏达电，都几百一路买的人一大堆，今天都110还在跌停，还在破底，啊？你从去年100多块，你去跟那些老师拼命买建策。130、120、110一路买，今天60还在跌停板呢。老森哥上个月讲得很清楚，接下来会引爆多杀多。什么叫多杀多？融资断头啊！当然，我也很欣慰啊，这一路三力投资朋友，你从四月份你把老森哥的话听下去。啊，你避开这些股票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今天跌停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是不是？啊，当然，今天我对这个盘势，我倒是有一点感到很好的现象。当然，这个话讲起来，对满手套牢的投资人，你可能是听不下去，你很痛苦。啊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因为今天大盘有一个好的现象，对多头有利的现象，就是怎样？多杀多的现象出现了，已经发生了融资断头嘛。今天很多股票一看就知道融资断头嘛。那当然，这个地方跟台股6月份要实施10%，啊，所以其实这一个月，很多证券公司把融资的维持率。从120%要提升到130%，啊，其实最近已经都开始有追缴的动作了，所以很多投资朋友，啊，那当然我也很恭喜你4月份能够啊独排众议，全市场都在陶醉万点，全市场都在那边跟你呼喊，坚持做多，全力做多，4月份全市场。你把老森哥的话听下去，会引发多杀多。你把很多股票全部给我跑掉，杀光光。啊，你听我4月份，今天很多股票跌停破底，我想你都避开这个很严重的，啊，这个多杀多的这个啊亏损啊。那我想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子，啊，领先市场。讲真话，啊，老森哥，我从来不会跟你含含糊糊，我不会跟你模棱两可，啊，大户筹码，多空，对不对？明确，啊，就跟做人处事一样，是非，大是大非，要肯定明确嘛，你不能含含糊糊啊，是不是？恭喜大家，所有从4月份听老森哥的话，哦，告诉你。大户筹码转空，是不是？甚至警告你多杀多，啊！甚至当时还特别叮咛，对不对？上攻万点，你要买对主流啊，买错主流，我已经3个字写给你看了：惨套赔。啊，更可怕的是，你套牢了不肯卖，行吗？啊，融资都断头了。对不对？你还有钱吗？啊？维持率要从120调升到130，你拿不出钱来，证券公司跟你是一翻两瞪眼的。所以今天很多股票已经面临证券公司的断头卖压，啊，4月份老森哥万点，对吧？警告你多杀多的现象，今天已经正式给你看了。好，那我们4月28号当天攻到10033点，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啊，你操作要根据专业嘛，大户筹码嘛，对不对？那获利当然没有烦恼啊，你不能用眼睛看嘛，是不是？4月份当时
我们说9600缺口一旦突破，行情就是上看万点，结果呢，对不对？果然三天的时间噼里啪啦就冲到万点，来到万点告诉你抱歉了啊，大户筹码转空会引爆多杀多啊，不论是4月28号当天是吧，请全国投资朋友一开盘8:54，8:54，当天9点钟台指攻到了10033点，当天我们斩钉截铁，大户筹码转空，市价放空啊！啊，老三哥有跟你含含糊糊吗？啊，甚至上礼拜5月7号一早开盘9808，大户筹码还是转空啊！啊，那你看看，对不对？从10012点也好，从9808也好，一路告诉你大户筹码出货转空嘛，到今天杀到了9657啊，重挫了350多点。好，那我要考考大家了，对不对？老三哥一路10000点9800一路叮咛你多杀多，大户筹码转空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跟你含含糊糊，一路告诉你要向下避险。那我问问大家，今天是不是？当然大家被杀的这个啊，对吧？这个和尚金刚啊，二藏脑都摸不到啊，怎么全世界都在大涨？台湾给压力气冲上？我告诉你，台湾今天没有跌，哪有跌啊？你做期货今天有跌吗？啊，跌的是什么？散户手上套牢的股票吗？是你们的股票在跌，是你们的股票在断头。是吧？是生技股在断头啊，能源股在断头啊，电子股在断头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那我倒要考考大家，今天杀到9600多点，您在干什么？来，我们对不对？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啊！我相信今天杀到9600多点了，很多投资人内心流血啊！我一个投资人还很可爱，打来。赵老师，我要放空啊！我一定要空啊！他今天非空不可。哎，我说我从19800一路叫你空，对不对？你爱信不信的。今天跌到9600多点了，哎，赵老师这里会崩盘。投资朋友，啊，那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绪？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个盘势，你也认为非空不可，我拜托你赶快来找我，你犯了很严重的。这种逻辑上的错误啊，是不是啊？今天大跌，我刚刚讲过，在一般人的眼里，恐慌、害怕，跌停这么多，宏达电跌停，华亚科跌停，建设跌停，生技股全面跌停，吓都吓死了。但是我讲过，今天的盘是从专业的眼里，好盘呢、啊？为什么？融资断头了。每当融资断头现象出现的时候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离怎么样底部低点已经不远了。每当散户被融资断头，被证券公司强制断头，表示筹码已经怎么样差不多要清理干净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4月份苦苦求你万点要懂得向下避险，我苦苦的告诉你会多杀多，你看今天。啊，你看指数跌20多点，你看看你的股票跌200-300点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话讲回来，今天台指杀到了9657点，来，全国投资，麻烦你擦亮眼睛，看看老三哥今天请全国投资人在干什么？全国投资人，这是5月11号今天哦，11:14哦，台指今天趁跌破9690，请你分批。买进多单，老三哥，你安怎？你起笑的哦，今天你崩盘嘞！是啊，崩盘了，啊！就像我在，是吧？我在4月28号，当天攻到万点，啊！你们全部上看10000-20000了，当天我市价放空，10012点，结果呢，跌了350点。今天杀到9657，来，全国投资人，擦亮眼睛，啊！这就是张大文做的事啊，
股市怎么赚钱？趁别人恐慌的时候捡便宜啊，趁别人看好的时候出货，别人看好你出货才有好价格卖嘛。今天随便买都是便宜货，融资断头都出来了，这就是你要跟着专业的操作啊。今天我们二话不说啊，跌破9690，这个盘是好盘，不仅从筹码的结构、融资断头的现象啊，那还有我们的大户筹码，今天9680对吧，出现了底部翻多的讯号啊，还拉了将近50点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二话不说啊，跌破9690就是做多啊，捡便宜。11:14，到了11:38还在9670啊，今天二话不讲，破9690赶快捡啊，这里有钱赚啊，这里有后康。好，那今天为什么跌破9690要积极做多，也是有道理的，当然有道理啊，不能乱讲，不是说看到跌就买啊。什么道理呢？大盘4月份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对吧？突破9600多点的缺口就是上看万点，结果4月22一旦突破，有没有砰砰砰3天来到了10033点，很快的啦，对吧？那时候9600我突破，我说不是前高9800了，万点了嘛，3天就来了嘛。但是来到10012点，我们说怎么样？大户筹码转空，对不对？9561翻多，大涨400多点，10012点翻空，有没有？噼里啪啦，今天杀到9657。那今天杀到9657，我上个礼拜也特别节目中跟大家报告过，台股目前到底多头空头啊？到底多头空头啊？我考考大家。当然了，你满手生技股，你满手宏达电，你满手华亚科，这里多头空头啊？啊？什么头？我看你真的断头啊，什么头？对不对？讲什么头对你都没有意义。那但是整个大盘的结构我讲很清楚，多头结构有没有改变啊？没有，它不会因为华亚科断头，不会因为对不对宏达电跌停，不会因为生技股跌停哦多头就变空头，不会。台股不要忘了还有金控股啊，对不对？还有金融股啊，这一次万点的大军我讲过在金控股的身上啊，都已经跟大家提了2个礼拜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请大家赶快避开电子股嘛，避开生技股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大盘也很有意思，你看没有？多方3天强攻，有没有？从9600攻到万点，3天哦。结果经过了怎么样？123456789，经过了9天的下杀，回到哪里？回到缺口嘛。我上礼拜讲，这里缺口9600多点有强劲的支撑嘛。啊，多头结构到今天为止，全世界股市都在创新高啊。那台湾在哪里啊？在地球吧，对不对？又不是在火星。那全世界都在创新高，台湾今天怎么样？只不过是一个融资断头的一个清洗筹码的动作了。那我也必须承认，台湾的大户心真的有够狠的，一点也都不给小户留点活口的机会啊。连今天国际股市大涨，这些大户照样砍。为什么？今天下杀的目的就是断这些融资断头。一个行情要大涨，融资一定要断掉，这就很残酷。所以为什么我4月份警告大家莫生断多杀多？我1个月前讲的话，你今天通通看到了，融资断头多杀多，我没有骗你吧？好，那今天拉回9600多点，再度回撤缺口。拉回来怎样？拉回来怎样？当然要接多嘛，因为整个多头的结构是没有改变的。因为台股你看杀了9天，在你们的眼里很恐怖，但是以整个多空的结构，多方上攻3天，空方打压9天，还是没有跌破缺口啊。所以整个大盘的结构来讲，多头的力量还是强的，只是杀融资断头而已啊。只是在杀宏达电，再杀华亚科，再杀生技股，再杀你们这些散户手上的股票，要把你们通通扫地出门了。这股市是很残酷的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这个，你看他，对不对？鼎鑫魏一冲他搞地沟油给台湾人吃啊，你看他自己吃不吃？自己保证不吃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
我跟你讲，股市大户就是这样子，啊，吃人骨头通通汤也不留给你喝。所以为什么我四月份苦口婆心，我多杀多你要避开啊？我不知道你避开了没有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地方拉回来，今天还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讲，这里拉回来回撤缺口，这里要坚定做多，拉回来做多，不要客气，好不好？坚持向上操作，那听得进我的话的人赶快啊来找我们。再来股票，大户筹码翻多，股价就是大涨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上礼拜送给大家这档大户转多股，二开头二结尾的，从9块翻多，对不对？连喷3只涨停板，啊！今天呢，赵老师啊，哇，中小型跌停哎，你看到没有？照样再喷涨停，照样再创新高，是不是？啊，你选对股票，还是一样往上喷啊！那再来，这两天很大的消息，怎么样？金控前4月赚翻了嘛？那我讲过，金控股不论是基本面的题材，不论是台新通题材，未来台互通、台港通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波台股前一波上攻万点，靠的就是金控股。上礼拜告诉你拉回还是站在多方，解铃须有什么系铃人嘛？这一波台股要再攻万点，很简单，金控股一定要再创新高。那不会操作的，手上有套牢的，指数这个地方如何坚持向上操作？赶快拨电话进来，让我们来协助你。好，台股现在将有机会触底上攻了。更多行情分析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呵呵呵呵呵，大金空调雄厚，蝉联全球 number one， 感恩回馈，现买现扣最高3000元，金好嘞！金好一级棒，带金。小姐啊，吃什么啊？那个啦，我的菜。David， 请问你们要点菜还是拍照？点菜。我连账，要连账。你手好抖哦。有防守阵没关系。你的手机可能比你更受欢迎。Samsung Galaxy S6 Edge。三星热销大萤幕手机，搭配门号优惠价0元起。数十年的坚持，才有最实在的保证。适宜的气候和清澈的水源，加上农民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关怀，才能种出上好的红葱头。牛头牌选用在地的食材，经由严格的品质管理，用心做出这一罐温暖咱的心的台湾味。熊丁丁的台湾味，牛头牌红葱酱。牛头牌。专业让华信投顾总能发掘潜力投资。20多年来，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、更深远的眼光，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。致富专线02-2392-3988，2392-3988。短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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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 Q 弹有活力。麦当劳全新推出早安 Q 吐司，厚切软中带 Q， 美味真材实料，活力 Q 弹，一带就走。超值早餐39元起，短音。哦哦哦，这个好，老板便宜点嘛。好啦，半价 OK 的。嗯，好啊，半价。大宝岛，你不用那么无奈。现在选配日本知名品牌 Seiko 渐进镜片，鉴赏优惠期间，配一片送一片，直到6月底止，要配要快哦。嗯，赞，专业好视力，服务好品质，宝岛眼镜。回到华尔街大师，台北股市呢，这波行情几乎是要触底了，接下来有没有机会上攻呢？赶快再把时间交给大文哥。好，那恭喜所有三立投资朋友，我们从4月份10012点，大户筹码转空，9808
大户筹码一路告诉你转空，今天杀到9657，重挫了350点，但今天大户筹码9680啊，向上开始出现了转多的讯号，所以今天11点多跌破9690，不要怕，分批跟着我们哈，勇敢的向上操作，哈哈，赚钱就是这样，拿出霸气，好不好？到了11点半还在9670啊。那这个地方大盘经过了9天下杀，也再度的回撤到9600多点的缺口支撑，那无法贯破融资断头，接下来当然恢复多头的格局，会再度的上攻啊，再度上攻。那再来大户筹码转多，上礼拜跟大家报告二开头二结尾的，是不是啊？强喷涨停，今天再攻涨停啊，再创新高。那再来金控股，我讲过这一波攻万点，第一波靠金控股，但是拉回来。金控股仍然是重要的角色，好不好？拉回来还是站在多方，这档二开头三结尾的，二开头五结尾的，这两档是我们相当看好的股票，未来都有大幅的涨幅。那再来这档万点光学的商机，股价也是从50多重挫到35块，大户筹码转多，好不好？那还是老话一句了，买对主流，是不是？行情到底上不上看万点，除非你操作指数，这对你才有意义嘛。啊，那当然操作指数这个地方今天9600多点怎么样向上操作，那欢迎大家跟上我们的脚步，我们不会含含糊糊，多空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。那个股方面啊，锁定怎么样的主流，手上最重要的是投资人你现在有套牢股票该怎么处理，好吧？那老森哥30年来都尽最大努力，在每个重要的关键帮助所有全国投资者，手上有套牢的指数的多空该如何操作？欢迎全国投资人拨电话进来，让我们的专业团队一起帮助你成为真正上攻万点的赢家。好，台北股市明天是要继续往下来破底向下修正，还是说有机会现在是触底，明天就要开始正式上攻了呢？更多行情分析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。也感谢收看，我们再会。